海报史上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维洲，是我们的团队，然后和我，然后我们一起挑选的。然后，但是我本人呢特别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这套衣服其实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难驾驭的。然后今天其实能够，把它给穿到秀场，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又是一个挑战，因为又挑战一个不同的一个造型，不同的一个 look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效果还行，比我预想当中好。其实这一次我来，我觉得Louis Vuitton啊，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，因为它一直对于大家来说一直传承经典，然后呢，它一直又在不断的创新。像这一季呢，我觉得又是有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在突破。其实我觉得 Kim Jones 像在这一季有很多用了很多就是个白色和蓝色这个拼接那个包嘛，包包很多的包包是蓝色、白色，然后黑色这样子一个撞色的拼接，我觉得特别喜欢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他的这个有点纱网的这个衣服，对吧？我觉得看起来，我觉得挺想不到的，我没想到他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搭配，然后用这样一个设计，这样一个元素再放在里面。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要尝试一下，可以穿一下。其实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啊，我比较单品比较多的是帽子，帽子比较多，然后鞋也比较多，帽子。因为平时会比较常用到帽子嘛，因为有的时候头发没有打理啊什么的，对吧？这种小的原因，然后就会戴那个鸭舌帽。这一次呢，除了看秀呢，还有一些别的工作，会去有一些拍摄，然后还会去到那个 Louis Vuitton 的基金会去参观。